的上山了，往德西岭方向。不能让他发现你们在跟踪他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想他一定会去湮灭证据。那包包里面有定位追踪器，故意把我们带来这里。你找到了，原来凶手是你在那里奉献了一辈子，竟然被当成杀人犯，这算什么啊？你不要做了啦，我能进去坐着吗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是凶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希望我对你动手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智异山全台首播。